日日精进啊，心无放逸啊，这就是咱平常时时时自我警惕。时间不断消逝啊，所以咱爱时时自我鞭策啊，把握时间啊，幸福的道路殷勤精进。所以咱学佛道者为求正道，知起无明，觉性清净，这是咱的目标啊。是真简单呐、啊，只是呢，凡夫啊，心随着欲念嘛，所以呢，变成了是复杂。佛陀一觉悟了后啊，就是啊，甲咱直接讲人生啊，是啊，苦。苦在人人有欲念，有了欲念的追求，变成了复杂的烦恼啊！安尼不断重生起来，所以佛陀开始就甲咱讲人间苦的道理。苦的道理是来自咱人心的欲念嘛。所以这么简单，我们可以当头弃敌欲念啊，跟复杂的事物啊，给它变成了简单，那这样呢，这条道路就可以真正真正的正确空中的大路，大路直过，不只是路大，路还是真直。你想佛陀的教法敢是无简单呢？真简单嘛，佛的真理就是要安怎样让咱弃敌这个苦难，来弃敌无明。听听个大家人讲，一念无明胜三世，境界为缘中六初，就是干那一念的无明而已。就是讲三项真正的微细的烦恼生起来，这个无明微细的烦恼，都是贪嗔痴啦。这三项呢，实在是非常的微细。以现在啊，科学这么发达啦，就是用显微镜来看透咱的心啊，贪嗔痴这么一件微细的烦恼，要去倒位看会到呢？都是看不到，肉眼是看不出来。不过呢，咱家己的心眼呐，反观自照，咱也阁有这个贪嗔痴，这么只微细的无明烦恼地的也无，使人阴水凌乱自知，唯有家己呢，会当去感觉到。所以啊，咱是不是爱时时真用心呢？也那无，这个无明啊，是无法度好启迪。咱那无启迪无明啊，觉性呢，要安怎会当定清呢？咱的觉性是这么正光明透天，但是就是去让无明把我们惹解，
所以本性的光明照不出你在外面的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赶紧的反观自照，把我们内底的个性啊，会明朗起来，因为我们的个性本来真清净、真透天啊，所以我们自己呢，现在还没有那个能力好反观自照，我们就要照中不同，以觉悟了后的方法，咱来照伊的方法啦，来回归咱的本性。咱人人都有本体，有这本体，才有法度通去显像啊，才会当去用啊。咱若无本体，就无相甲用，所以体相用，这都是佛陀教咱，咱家己的本体。本来就是正直清净，就是咱的本性嘛。所以咱爱弃除了迄个故无明啊，那弃除啦，自然咱的心都明。所以个性啦、甲本体啦、心啊，这拢是共一项的代志。总共一句，就是咱有迄个无明，甲咱的个性，甲咱原来的本质啦，咱拢总来该污染掉去啦。所以咱伫外面显现出来、现证出来呢，拢总是一挂有阴难的物件。咱家己的内心呢，迄、那个无明贪欲，也是去刺激外面的境界，所以体相用吼，那和咱愈陷愈深啦。咱若会当开反观转来，知影咱的本体呢，咱的本性啦，咱的本心啦。本来呢，都是这么这清净寂静，这么这清明啦。咱应该呢，要赶紧反观自照，咱要赶紧呢，向这条的道路呢，明确前进吼。那安呢，咱才有法度呢，明心见性，才有法度通活三界的苦难呐，得到自在。是这么简单啦，不过呢，就是跟一个心念之意啊，好，这个心念啊，咱若是控制会调啦，那么遐个五欲啊，都完全弃除吼，这个欲念完全弃除，无明都会当降服落来，降服了无明呢，咱的心嘛，会光明，才会当头透贴出来。下面一段文，搁再安尼讲吼，切主观修啊，恢复五尘呐、啊，七定波摄啊，乃为他愿呐、啊，以处自然世间果报啊。该为繁华，天上水落啊，回归败坏，受尽粉色对落三度。其实这个文嘛是真浅显呐，大家人咱应该拢看知影吼，因为呢，不只是物质啊。不管是贵重、粗俗、等等啊，一切呢，一直到噶，咱一口气拿无来啦，遐个物件拢唔是咱的啦。
甚至呢，车主惯常，不管是咱偌爱的人呐、啊，同款呢，到甲迄个时阵来的时，恢复母亲已经唔是呢，我的亲呐、啊，因为呢，个人一条生死路啊。作业吧，个人带业行去，所以世间啊，不管是讲偌年真亲，偌年真爱啊，平时呢轻轻我我，真爱甜绵呐，到家最后啊，还是个人所做的业是。个人随业都转去啦，到个迄当阵呢，爱甲亲，拢总呢是个人一条路啊。伫真侪年前啊，我会记得有安尼个代志，那就是呢，有一位会员。就是带着呢，伊的囝来跟我见面啦。迄当阵，这个会员啊来到我的面前，哭哭啼啼，带着这个囝呢，好亲像，唔知变偌重，面真黄啊，体力真弱。我就问讲是虾米代志啊？老母呢？就一直甲囝讲，你家己讲，你家己讲，囝就是呢，安尼头壳咧咧，一句话都唔爱讲。我就甲这个老母讲，你讲啦，你开头讲，伊讲啊，伊都家己讲要来看书，要求要来看书，即马来教伊奈唔讲，讲你开头讲嘛，伊都讲。交一个女朋友啦，啊，爱甲死去活来啦，啊，人对方都唔肯啊，啊，迄、那个查甫囡仔呢，都甲阮囝笑啦，笑讲吼，两个要斗阵行啦，啊，这个囡仔都真憨啦，啊，真正呢，啊，就是同齐呢去啉药啊啦。迄、那个查某囡仔用药啊，互阮囝食，两个都啉啊，啊啉呢，都去啊啦，去啊呢，阮发现着的是，赶紧甲伊急救，急救啊，啊救了后呢，两个搁再精神起来，啊我讲，啊精神起来唔是多好啊。伊讲无哦，也未了嘞哦。迄、那个查某囡仔呢，佫甲阮囝叫哦，讲吼，即世人若无同齐行吼，伊唔甘愿呐。所以呢，都一直叫啊。安尼呢，迄、那个查某囡仔佫再甲阮囝佫叫去，去引导啦，啊，佫去啉落去啦。啉了，迄、那个查某囡仔去啊，阮囝呢，一礼拜外呢，拢无精神呢。我就讲，啊，你安怎？一礼拜外拢无精神，啊，你安怎呢？伊只抬头起来讲，我家己嘛唔知，我一直一直安尼会尴尬。我讲你为虾米尴尬？我就好奇吼，你到底你为虾米尴尬？这七天的时间，你为虾米尴尬呢？真惊啦！安怎惊？啊！你唔是甲迄个查某囡仔斗阵行？无啊，啊无甲我斗阵啊！啊真惊！啊就是吼，足暗诶，足冷诶啊！我一直叫伊吼，啊都拢总无伫我诶身躯边。我讲啊，佫有虾米感觉无？有啦，妈妈直直叫啦，啊所以吼，敢若听着妈妈诶声。一世界真寒真冷，啊！你的女朋友呢？
我都唔知伫倒位啊！我伫遐一直寒，一直真黑暗，真艰苦，真挣扎，敢那听到我的妈妈的声呢？听，啊，过来呢？唔知呀，啊，都目睭白金，就是妈妈伫身躯边，一直甲我摇，一直甲我叫，啊！妈妈，我就问伊妈妈讲，啊，你安怎啊？七天的时间，伊讲师傅，你知影无？我吼，那叫袂醒，我会对伊去啦。我讲哈，啊，你也想要自杀？伊讲无咯，迄吼是唔甘伊吼，啊，我安尼七暝七日拢无困呢，我吼用要发狂起来呢，哈、哦。我就讲啊，看你有听到恁囝讲无？那七天的时间呐、啊，拢是一片的黑暗呢。迄、那个查某囡仔嘛，无伫伊的身躯边对伊行。啊，你若真正讲哦，想袂开啦，那对伊去呢？恁囝嘛袂伫你的身躯边呢，真的。你想看七天的时间哦，日夜不分呐、啊，都、就是黑黑暗暗，真正哩恐怖啊！甲伊斗阵行的呢，是毋是伫伊的身躯边呢？人定啊讲，看袂到的代志，其实呢，这种分别啦，离身躯，离开了身体啦。那么所看的、所感觉的是什么呢？原来也未真啦，迄种老母的疼爱啦，七暝七日的守护着，总是呢，伊也未真啦，死未去啊！老母的爱呢，搁再甲伊揪转来啊！但是呢，这个爱心是长久呢？老母总有一天啦，也是无常而来。到底呢，这个无常会搁再出在子的身躯，或者是在老母的年岁较济呢？唔知呀，迄段时间，这对的母子呢，就是在迄个爱的拔河，一个子是为着情，是甘愿去断命啊！一个呢是为着母子的情，竟然呢七暝七日守护在身躯边，但是呢，听听迄种从死中归来的人，迄种的心情啊，应该咱会当去体会到这个孤魂独舍啊！那安怎因为亲呐、啊，都无法躲在咱的身边呢？业力啊，是个人做的业力，是啊，无共条路行、啊，所以咱应该呢，爱真正的觉悟啦，觉悟觉悟，咱一念无明啊，所以不定呢，自心。往来自教，所以呢，一直遐尼只黑暗的心境啊，在这个世间呐、啊，为着迄个欲念，那嘛是真挣扎呢。所以现在呢，如来呀、啊，都亲像迄个寺庙同款呐，不厌其烦呐、啊，不断呢。道家祖旁来人间，用直接的方法甲咱讲，咱凡夫呢还是叫袂醒，就亲像迄个年轻人，一处啊去互情诱去，糊里糊涂呢，安尼甲人啉迄个爱困药啊、安眠药啊，那已经一处诱转来啦。再出呢，又是搁再回去，一直到
对方结束性命，到底呢？伊是不是安尼精神啊？永远拢精神呢？所以讲，咱若无有真正确的精神呐、啊，那无有真正的觉悟啦。实在讲呢，一处过一处，一处过一处，唔知呢，要几处呢，才会当真正觉悟？所以咱应该呢，要赶紧得知人心嘛，佛陀呢，就是用真直接甲咱讲人生的苦难，来自于情甲欲，这个欲爱呀、啊。精炼嘛，所以呢，会发生了真多的无明。所以讲，到家迄当阵啊，就是车主惯俗啊，恢复五亲，那不是我的亲啊啦，七丁波色啊，就是过偌呢多呢，迄、那个丁万波物啊，嘛已经呢，不是咱的一口气。无等啊，遐个物件呢？伫世间是别人伫咧算啊，唔是咱个咯吼。依处自然，亲像安尼来讲啊，世间高薄，皆为繁华。咱呢，那个人间是生业自来呢，所以呢，为了迄个因缘来啊，这个高薄呢，嘛是繁华。所以呢，天上虽落啊，回归百怀。虽然天上呢是真快乐啦，寿命真长，但是呢，嘛有修尽啦，就是呢天人，嘛有五岁上天修尽的时阵。所以呢，回归百怀还是同款呢，有败坏的时阵，所以修尽福尽呢，同款啊，这个魂色坠落，那这个魂身体啊，那甲咱的灵魂都脱开啦，吼，同款灵魂还是坠落，随着咱的业力呢去转呐、啊，各位学佛啊，真正咱就是爱学这个。正道、正念、正思维，去除了咱的欲念、欲情、欲爱，咱家己的自心性，才会长头清净明朗吼，才袂搁再造作真多的业障。所以呢，请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。